我是小李李润奇。这次你的名字节目组给我了一个实现愿望的机会，那就是饮品店要开业了。来，让我们看一看我的另一位美好的营业伙伴傅思超。超，哈喽大家好。我们的店名字叫什么？叫夫妻饮品店。夫妻饮品店。OK， 进入正题吧，我们开始上班了。上班了，我们开店了。哇，换一个。别跑，别跑。我说咱们为了迎接这个炎热的夏季，我们先分一下谁是店长谁是副店长。你说什么？那我是小李店长，你是副副店长。我是副副店长。第一杯先做点人类的饮品，好不好？ Okay. 好，那我们开始。第一杯芒果冰沙，好不好？拿一块小冰。好，拿什么倒冰？嗯，当然是。耶！耶！耶！成功了，我去拿杯子。你家冰沙一颗沙，不要在意这些无所谓的细节，包点芒果好不好？芒果，芒果咋弄啊？那我来吧，看准它的中线，一刀劈下去。哦，哇，小李切开了，小心了，下面是最重要的一步，咱俩一个店长一个副店长，是不是需要一个小工啊？咱们第一个顾客来的时候，咱们招他来小工，送他一份爱意，就没有工资呗。这是历练，年轻人要历练。Yes yes yes， 这是黑怕的世界，这是我们的饮品店。我是猪猪小妖精，很好奇，加一点小牛奶，黄瓜，加柠檬片条。好看，好看。想尝一口，尝一口，你先尝，偷偷尝一口。好喝，真的吗？还可以，有一说一。干嘛呢？你们这？你好，欢迎光临。你们这是？欢迎光临富奇饮品店。你是我们这是本店新推出的一款新产品，我们叫它芒果牛奶香菜沙。干了，兄弟，我干了。咱们第一个顾客来的时候，咱们招他来。对，我们贿赂一下。干了，兄弟，我干了。我干了，兄弟。然后是这样，我跟你说一下，我们这个产品一口是1000块钱。你是微信啊，还是支付宝？我给你吐过去。还有一个选择，你可以选择就是过来跟我们一起打工来尝碗。打的老板，打的老板。你们要开了个小店是吗？那你们这不专业呀？咋的了？这个带上来。老板，我们这个员工还有一个企业文化啊，企业文化啊。欢迎光临。欢迎光临，可以吗？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这是傅老板，我给你接上头。今天要做一些什么东西呢？我们下次做一个西瓜桃子吧。倒上。好嘞。哇，我真的没想到。我们本店的一个宗旨是量大，就我们给它起个名吧，哇，叫多多桃桃多多怎么样？桃桃多多香，桃桃香多多香，桃桃多多香。走，咱们先拉顾客，顾客，3、2、1，欢迎光临。哎呦！然后这样，这是哪个？这一杯是叫桃桃多多香。哎呀，他让那个桃子刚排队回来。对。然后是这样，跟你说一下，我们这边是需要支付的，是吧？一共2000块钱。没想到吧？这是什么吧？漆黑店。正好送你们一个锅片。哎，可以哦，可以，好好看。哇，谢谢哇，这个好，那还有我的，好，哇，谢谢，大家好，拜拜，欢迎下次光临。那我西瓜，拿西瓜打底，这次是。你是要做黑暗料理还是？光明的，光明的，人间的东西。
嘣沙卡拉卡，嘣嘣沙卡拉卡。这杯咱先一人品尝一口，然后给他们留着。好喝，尝一下。哇，好喝，真的挺好喝。哇，我们上面还得做点东西，给你点 logo， 插一根，两个，哎，插在这。好。这杯就叫红梅绿，好极了，好极了，好极了。哦，好吧，我们赶紧把黄云这个黑暗料理告诉他。说到黑暗，我特别准备了一些小东西。剑毛，我们把它叫做魔鬼的契约，为了我们2022的黄先生。哎，行，我来切，我来切，行。要是准备点生抽酱油。那我准备点，准备点冰。店长，我来，店长。小心啊，给黄先生，真的202加一颗柿子。然后我们为他加一点这个，再来点特色，直接放，咱得放点液体。好嘞，就这样。我们要开始了，两袋都给放上去，鸡肝 last。 好，给放了。我们对自己的下手真狠，我都不忍心摇他。哎呦！